欢迎来到全球新闻报道，我是主播林，他是记者林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看到的是00543妈妈手工艺的拼豆，他拼出了勇者斗恶龙的魔王，还有史莱姆，是丸子三兄弟，是吧？我的丸子三兄弟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开始收看妈妈手工艺的拼豆龙王吧 ，Go Go Go Go！这样的纸上面有没有图案？
不会，他不在你。这放板子，你没背吗？它会翘起来，这个板子会翘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噔噔噔噔。边边可能还没有布好，因为这个翘起来，这个板子翘起来了，呀，所以整个都坏掉，哎，这个也坏掉，怎么办呢？好了，那谢谢收看环宇新闻频道。喜欢我的影片，直接帮我按个赞，还有直接订阅我，按下下方的小铃铛，可以刷新一通通知，还有直接让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太阳。